那静谧双修的时候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修法，比如说阿弥陀佛修法，首先，藏传佛教里面就讲啊，净土思音啊，思音啊，在汉传佛教里面呢，我没有看到这种说法，但是实际上是有的啊，实际上有啊，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具备需要具备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如果归纳的话，那就可以归纳为两个条件，分开就有四个条件，归纳的话那就两个条件，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观想阿弥陀佛啊，这个观想是比较简单的，不像密法里面讲的那么。要求那么高啊，不需要这个观想的那么清楚啊，随时随地都要去向阿弥陀佛的这个时间啊，比如说西方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的存在啊，那么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然后它的这每一个细节，还有就是。主要是阿弥陀佛，西方三神啊，西方三圣的功德啊，西方三圣啊，经常去想、去皈依啊、去相连这叫做观想啊，这是第一个比较简单的，随时随地都要去想。那有一个标准啊，在藏传佛教里面讲，比如说我们平时都非常专注的、非常认真的去观想阿弥陀佛的话，比如说有些时候啊，在梦里可以出现阿弥陀佛啊，梦里面可以出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加持自己呀、来接引啊，来那个来迎接自己啊，等等，在梦里就会出现的。但这个梦呢，它是一种幻觉，实际上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呢，它至少它可以说，这个我们平时啊，在白天啊，观想的比较到位啊，比较到位，观想的比较到位，比较专注。因为。在生活当中啊，平时经常观想阿弥陀佛，心想阿弥陀佛，这样子以后呢，那就晚上啊，在做梦的时候能做到这种梦，这就是说明呢，这个观想是比较到位的，比较专注的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然后第二个呢，就积累福报。积累福报。我们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那就需要一个往生的这个力量往生的力量往生的这个条件。那这往生的条件是什么呢？积累福报，资粮啊，资粮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福报没有福报，那就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福报的话，那就是堕地狱啊，堕畜生等等。就是这样子，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积累资粮那积累资粮的方法有很多种大乘佛教里面，比如说我们发菩提心也是积累资粮修无常也是积累资粮修慈悲心也是积累资粮六度施食都是积累资粮，比如说我们受戒也是积累资粮布施、忍辱这些都是积累资粮。但是呢，有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诀窍积累资粮的诀窍。那这个诀窍呢，它是就是与众不同，它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七支功七支功，七支功，密法密宗里面讲的密宗里面也有讲得很清楚的。然后显宗里面也有，就像普贤行愿品的这前面的部分呢，就是七支功那这七支功是一个积累资粮的一种特殊的方法，特殊的方法是一个积累资粮的一个专用的一种诀窍所以平时在这个
藏传佛教的这个经图啊当中呢，比较推荐啊这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来啊，以这种方式来积累资粮啊，这叫做祈之功，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就是需要有菩提心啊，需要有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菩提心啊，念佛念得非常非常的虔诚啊，非常的虔诚啊，没有菩提心的话，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心很虔诚啊，对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呢，非常非常的强啊。这样子的话，能不能往生呢？可以往生的，但是呢，往生了以后啊，往生了以后呢，他在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他是什么身份呢？啊，不是菩萨啊，就是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啊，小乘佛教的阿罗汉。这个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是所有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呢，他不是所有都是佛啊，也有佛，就像阿弥陀佛啊，也不是所有都是菩萨啊，也有菩萨，就像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样。然后呢，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也不是所有都是阿罗汉呢，也有阿罗汉，但不是所有的阿罗汉，所有都是阿罗汉。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有凡夫啊，凡夫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凡夫啊，阿罗汉啊，菩萨、佛啊，这个层次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节啊，修啊，念佛啊，然后念了佛以后，这是念佛啊，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往生了以后就不是菩萨啊，这个不是菩萨，因为他在啊，在这个念佛的时候啊，没有发菩提心啊，他没有发菩提心，他念佛是为了什么呢？他是念佛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成为阿罗汉啊而念佛，那最后他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他也就是因为他的发心的原因呢，啊，因为他的发心的原因，他没有成佛啊，他也没有成为菩萨，他就是成为阿罗汉，成为阿罗汉，那这个意义不是很大了啊，大家要知道，阿罗汉是他是不度化众生的啊，至少没有像大乘佛教这样子度化众生，然后阿罗汉呢啊。他要重新进入，重新学大乘佛教啊。阿罗汉成为阿罗汉以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啊，就进入了灭定啊。灭定有一个叫做灭定啊，有一种禅定叫做灭定啊。灭定是什么意思呢？灭就是消灭了啊，他的所有的痛苦啊，还有这个忧怒的这个快乐的感受。还有就是思维，所有东西都是通过他的禅定的力量啊，都被毁灭了。在毁灭了以后呢，他进入一种禅定啊，这个禅定叫做灭定。在这个灭定当中啊，他就会停留啊，停留这个几百万年、几千万年啊啊。甚至上一年就停留在这个灭定当中，那这个当中他虽然自己是没有痛苦的，没有生老病死的，但是呢他不能利益众生啊，不能利益众生，他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状态当中啊，他对众生啊，对其他的众生没有任何的利益，没有任何的帮助，他的存在啊，他的存在跟任何一个生命啊都没有帮助的。所以这个非常的遗憾啊，不能学这样子的佛啊。所以第三个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在藏传佛教的经图里面呢，讲的第三个条件是必须要发菩提心啊。念佛的人呢，也要发菩提心。你如果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在这个基础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就往生了以后是什么呢？往生了以后就是菩萨啊。
往生以后是菩萨。然后往生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真常的往生啊，另外一个是非真常的往生。当然这个真常非真常是我用的词汇啊，佛经里面不会这么说的。但是这些佛经的这些专用的词，我们就很多人也听不明白。这就是一个真常的往生和不真常的往生啊。真常的往生呢，往生了以后，在发了菩提心的人，他一定是啊，一定是这个菩萨啊，他是菩萨啊。而且，这所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他已经是这个一地菩萨了。啊，他直上是一地菩萨啊，一地菩萨。他在这个之前呢啊，虽然有杀盗淫妄，有这样子各种各样的罪业，但是呢啊，只要没有两种罪业啊的话，这个就不会影响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两个罪业什么呢？谤法啊，谤法这个特别的严重的啊。大家一定要小心谤法。如果我们谤法，那就是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比如说啊，觉得我自己是修净土的啊，然后我的这个法门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然后呢除了这个净土以外呢，其他的啊都不是真法啊，邪法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啊，这个叫做谤法啊。什么叫做谤法？请大家看看这个弥勒菩萨的啊《大乘净庄严论》啊，讲得很清楚了。还有《大藏经》里面的也有更多的这个描述谤法的，更多的啊。那么这样子一涉及到谤法的话，那这个叫做设法的罪过，那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是没有办法，没有希望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有罪过有业障也可以往生。但是呢这个业障啊，是也是有它也不是所有的业障啊，它也不是所有的罪障都可以待的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业障不可以带啊？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这个罪业不能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两种，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是什么呢？误间罪。如果啊造了误间罪的话啊，造了误间罪还没有忏悔啊，那么能不能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误间罪只要造了误间罪，大小乘佛教他们认为这个永远都没有办法忏悔的，只有堕地狱啊。但是大乘佛教的观点就不一样了，大乘佛教他们认为啊，误间罪也可以啊，也可以忏悔的。如果我们的忏悔啊比较到位啊，比较认真的话，误间罪都可以啊，可以忏悔的。然后误间罪忏悔了以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没有忏悔啊，误间罪是不能待业往生，这是一个。这个不是藏传佛教说法、汉传佛教的说法，这就是佛经里面啊讲得很清楚的。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谤法设法罪啊，设法罪是非常的严重啊，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宝行论》啊，《宝行论》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去降解第三转法轮啊，第三转法轮，大乘佛教的这些论点啊，比如说像楞伽经啊、解深密经啊，这些的这个精华就在这个宝行论当中啊。那么宝行论的最后的几句话，大家去看一看，谤法有多严重啊，诽谤佛法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如果谤法了啊，那么永远都没有办法往生的，没有办法往生啊。诽谤佛法有些时候是非常的容易的啊，非常的容易。比如说我们佛门呢、啊、
我们的内部啊，比如说啊，藏传佛教就说汉传佛教不好啊，汉传佛教就说藏传佛教不好等等。举个例子的话啊啊，比假设啊，假设，或者是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内部啊，比如说尼玛啊，或者是这个格鲁啊这样子的啊教派之间的这个如果有排斥批评啊这样子啊，还有就是汉传佛教的内部，比如说啊，比如说净土宗和这个禅宗啊之间的啊，比如说如果有排斥有批评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些都叫做啊，这都叫做办法啊，这都叫做办法。嗯，那如果有了这样子的办法的罪，那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以弥勒菩萨在这个大乘的净庄严论当中讲得非常清楚的啊，我们目前是没有太多的能力啊，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别什么是真法，什么是邪法啊，很难的。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历史上也发生过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的某一部经啊，某一部虚部密宗的虚部，然后很多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学者认为这个不是印度翻译过来的，这是西藏人他自己写的啊，实际上这个是魏晋啊，这样子以后已经列入了魏晋的这样子的这个经典呢，后来就找到了他的印啊，这个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时候的保留下来的这个梵文的版本啊，原稿找到了以后呢，然后一下子啊，所有人都没话说了啊。然后汉传佛教历史上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汉传佛教，比如说汉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这个大云经啊，大小的大，无云的云，云彩的云啊，大云经啊。然后汉传佛教的历史上啊，很多的学者说，这个大云经啊，大云经是魏晋啊，它不是印度翻译过来的，是自己写的。嗯，说了几百年以后呢，这大云经最后呢，大云经的梵文的版本呢、啊，在藏传佛教里面找到了啊，然后一下子这所有人几百年的这些说的啊，都是那个时候就看见啊，这不是正确的啊，都是错误的。嗯，这一类的很多啊，所以呢，什么是正法，什么是这个邪法，真的不容易的，这不容易的，大家要小心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所谓的佛学院里面呢，学多少年呢？就学三年五年呢啊，三年五年当中还不是所有都是学佛法呀，在三年五年当中也有佛教的历史呀，汉传的这个过去的历史呀，还有书法呀，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课程当中啊，真正的佛教的这个课程呢很少啊，然后就时间这个学制又这么短啊，大概就是三年五年啊，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开始说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呀。像我啊，学习佛法学了三十年，从1984年啊到这个2014年，学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当中啊，稍微比较用功的啊。但是呢，今天呢，根本就不敢断定啊，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因为我们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我们学了三十年，但是比如说我啊，从来连这个题目都没有看到过的这种佛经呢、啊，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就学了三十年来啊，判断什么佛经是正法，什么是邪啊违法。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呀，所以呢，学了就是这个佛学里面学了三年五年，然后呢，就来说什么是魏晋，什么是邪啊，什么是正，什么是邪，这个很难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呢，要注意啊。比如说我们学和不学呢，
比如说禅宗也好，净土也好，密宗也好，学和不学都是自由了，自由的选择。但是呢，比如说我选择禅啊净土的话，那么净土好好修啊，好好修。其他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任何一个南传也好，藏传也好啊，汉传也好啊，这些就不要去啊，不要去排斥，尊重就可以了。不要说佛教啊，比如说像基督教啊，其他的像印度的婆罗门教啊，都要尊重的啊。佛教讲的，佛陀自己讲的很清楚了，都要尊重的。如果去诽谤啊，那么大乘佛教啊，这个菩萨戒的第六条戒是什么呢？菩萨戒的第六条戒就是啊，就故意的诽谤啊别人的这个宗派啊，就犯戒了。那、然后呢？密乘的这个第十四条根本戒当中也是这样子，也是第六条里面也讲了故意诽谤啊，故意诽谤别人的，这个别人里面呢也有外道啊，啊故意的去诽谤外道，不能诽谤外道，为什么呢？外道啊，外道是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讲，他们是外道，但是呢，从他们的角度讲，我们是外道啊，外道，内和外啊。佛门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的内部叫做内啊，除了佛教以外叫内，除了他们的这个宗教的角度讲，那他们的这个内部都叫做内，我们这个时候叫做外啊。因为这么多的人啊，他的信仰，他的精神支柱，他的心灵的归属啊，是他自己的这个信仰啊，不管他的是真和假啊。那这种情况下啊，是不允许去这个，如果没有这种必要的话啊，比如说度化众生啊等等等等，没有这样子必要的话，那是不允许啊，不允许去破坏啊外道的信仰的，不允许的啊。这个仙宗和密宗里面都讲的非常的清楚的啊，唐密里面都讲的很清楚的呀，汉传佛教的这个韩文版里面呢有唐密啊。唐朝翻译出来的这个密宗叫做唐密啊，唐密也有十四条根本戒，十四条根本戒，那个里面的其中一个就是不能这样子诽谤。那这样子诽谤以后呢，诽谤的人他自己现密，所有戒都反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学啊，可以不学，尤其是比如说要选一个宗教信仰啊，选一个这个修心的法门的话，那小心是比较好的，应该小心的啊，不能太随意了。但是呢，不能诽谤，如果我们诽谤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啊。所谓的诽谤呢，有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稀啊啊。这个佛在大藏经里面讲得很久，是佛陀亲口说的，有些时候这个诽谤是非常非常稀啊。所以呢，讲的佛陀讲的很细，所以这个我们很有可能犯这条戒的。如果这条戒犯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待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一定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两条啊，没有这两条罪业，第一个没有犯无间罪，第二个就是没有谤法罪啊，那么其他的杀盗淫妄都不会影响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啊，待业往生，然后待业往生了以后呢，如果有菩提心的话啊，如果有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往生了以后呢，他往生的时候啊，这就是菩萨，菩萨第一地，一地啊，一地菩萨了啊，然后一地菩萨啊，如果我们就获得了一地菩萨的话啊，那么。往后的修行呢、啊，到成佛的距离是多远呢？啊，我们从大乘佛教的任何一个这个佛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经典和论点当中啊，找到的这些在讲他的这个往后的修行的时间的长度的时候呢，他会说啊，还需要两个无数的大劫啊。无数是什么呢？无数就是一个数字呀、啊，后面就加五十九个零啊，五十九个零啊，这个数字叫做一个无数。无数它不是没有数字呀、啊，它只是一个单位啊，是一个单位，是一个天文数字啊，就是加起来就是有六十位数
啊，六十位数，这叫做巫术。嗯，还有两个巫术的大劫。那么大劫是什么意思呢？劫是一个印度的外来词啊，印度的外来词。那么劫是什么？那么它这个也是，如果用我们的人间的这个时间来衡量的话，那就是成千上万年啊，具体的都说不清楚的。嗯，那巫术的大劫是什么概念呢？那这个真的是天文数字呀。嗯，但是这就是说是这么说啊，实际上不会这样子的。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称为证悟了第一地菩萨的一地以后呢，他如果真的想成佛呢，七天之内可以成佛的啊，七天之内可以成佛的。嗯，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我们好好念佛啊，没有造这个谤法的罪，就可以啊，比如说我们几十年以后死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往生了以后呢，七天之内就成佛了，那么说不定五十年以后我们已经成佛了啊，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这个是经途啊，它是快捷啊，经途中啊，它是快捷。无论是藏传的经途、汉传的经途，都是这样。佛陀、阿弥陀佛就是专门度化啊，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快捷的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殊胜啊，这个路是非常的殊胜。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值得注意，那我们是不是所有佛教徒都去念佛就好了，其他都不学了啊？也不是这样子。一个法门如果只是一个法门度所有众生，那释迦牟尼佛也只说佛说阿弥陀佛经这一本书，其他的他不会说的。但是说了呀，释迦牟尼佛转了三次法轮，佛说阿弥陀佛经经图其中一部分而已啊，其他的都是需要的。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们都可以大家都去学经土了、念佛了，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用管。但是呢啊，不是所有人都是以经土来读啊。为什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人啊，他不去学习，我们刚才讲了啊，闻思修啊，那么有些人呢，他不闻不思不修，就光是念佛啊。如果他对阿弥陀佛呀，就是有非常的虔诚的心啊，这个极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个条件啊，都能够做到了啊，都能够做到了的话，那么他没有闻思啊，没有修心也是可以的，没有闻思也是可以。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念佛啊，念了很长时间啊，然后呢念佛念得很认真，但是呢这些我们的这些啊内心当中的这些贪嗔痴没有解决，没有解决啊，念佛没有解决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动的念佛，其他什么都不懂啊啊，包括这个最根本最简单的生命啊啊，轮回啊，因果呀，这么简单的这些佛理我们都不懂。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就是末法时代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啊，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理念，这个膨胀多元化的文化，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自动的念佛啊啊，其他都没有学的话，那么有一天呢，有可能你的这个念佛的心呢，从根本上就动摇啊，发生动摇有可能啊。为什么？没有学啊，什么都不懂啊啊，但是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非常的虔诚的话，还是可以。虽然不懂，但是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心虔诚啊，心要保持一辈子都能够保持虔诚，这个容易吗？这个不容易的啊，这个不容易。如果心要虔诚，那虔诚能做到虔诚的话，那也做的那要虔诚的原因，那如果要做到一辈子的这个虔诚啊，能够维持，那也要有条件的，需要有原因啊才可以的。没有原因，怎么可能这个心怎么能够这么坚定不移呢？信心啊，怎么能够保持这个清净的心呢？啊，净土中讲以心不乱啊，怎么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呢？啊，大家现在静一下，念念佛，试一下，一心不乱没有那么容易的啊。
一尘不染就更难了啊。台虚大师啊，不，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们过去就提倡啊，一尘不染。尘是什么呢？啊，尘就是烦恼啊，贪嗔痴啊，啊，烦恼。一尘不染，就是念佛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高标准的念佛，就是要证悟空心了啊，证悟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的状态当中念佛，那才是真正的啊，一心不乱，一尘不染。但是证悟我们怎么能证悟呢？什么都没有学到，怎么证悟呢？啊，什么都没有去学，没有闻，没有去思，没有修，能证悟吗？啊？能一尘不染吗？这个做不到啊。所以呢啊，这个净土学佛啊，这念佛虽然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快捷的路，但是没有文字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的。所以啊，这个我们啊，文思特别重要啊，念佛的人也要文思。然后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这个往生的因素是菩提心啊，菩提心。那么菩提心的这些修法啊，是这些修法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藏传佛教里面讲的这些菩提心的修法啊，这些菩提心的修法，它有略的修法，它有广的修法，它有最简单的修法，有各种各样的修法啊，修行的方法特别特别的多，菩提心的修法啊。其实汉传佛教里面也有菩提心的，一样的。然后呢，汉传佛教也要修菩提心的，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些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呢，啊，那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把这些修行的方法就做得比较规范啊，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要修啊，要修这个菩提心，修藏传佛教的也可以，修汉传佛教的菩提心也可以，这个其实是没有藏传和汉传的区别，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它没有那么多的区别。那修菩提心，修菩提心，那如果修藏传佛教的这个修法，那就是这个修法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啊。像宗喀巴大师的前后七种因果的诀窍啊，它是一个有个七种不同的思维的方式来修菩提心啊。那么七种不同的思维的方式，它前前后后啊都是因果，都是因果，所以叫做七种因果诀窍啊，因果的诀窍啊，七种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有七种不同的思维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修，也是这个修法讲得非常的清楚，思维的方式啊非常的清楚，然后非常的这个规范啊，这样子的。通过其他修法也可以，这是修菩提心啊。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呢，那是往生是可以往生，但是呢只能是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是第三。然后第四最后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啊，那这是什么？这叫做发愿啊，发愿和回向啊，回向和发愿呢、啊，这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愿大家都知道了，发愿啊，发愿。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啊，回向啊，回向当中的这个回啊，回这个意思是说，把这个回转啊，回转的意思啊，回是回转的意思。然后向是什么呢？向就是取向方向啊，方向这个意思，方向和这个回方向和回转这两个意思啊，这个韩文里面的回和向这两个。然后这种翻译呢啊，跟这个印度的这个梵文的啊回向的内容是完全是符合的。印度的梵文的这个回向这个名词当中啊，就有这两个含义，一个是回转啊，回转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趋向啊，有增长，有一个增长的意思。这叫做回向啊。那么回转，什么叫做回转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烧香拜佛啊，烧香拜佛。那么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净土的人呢，把这个善根，比如说今天呢、啊、念佛也好，供佛也好，这个善根啊，把它回转，回转到什么样呢？回转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把它转化为啊，它本来就是一种善根啊。那么这种善根呢，比如说烧香拜佛的这个善根呢，有可能它让我们成佛，有可能它让我们啊这个更加的健康长寿，有可能它让我们成为阿罗汉啊，都有可能。但这么多的可能性啊，在这个当中啊，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的是什么？就是回向啊，最后把这个善根呢 啊变成什么样的善根，就是以回向来决定啊，以回向来决定。所以它是一种回转的力量，它就具有回转的力量啊。比如说，本来这个我们烧香拜佛，它是让我们健康长寿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就啊不像啊把这个善根呢不像用来。啊，使我健康长寿，然后我就希望这个善根啊，作为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资粮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把它回向以后啊，它本来是可以烧，可以在这个人间啊健康长寿的，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回向的这种念头啊，把它回转啊，回转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俗啊。所以叫做回转啊，回转回向的这个第一个回，就这样子的意思啊。想就是这个趋向啊，每一个善根呢、啊，都有它自己的趋向。有些善根呢啊，它是让我们在增长时间的福报啊。有些时候呢，让我们成为这个阿罗汉啊。有些善根是。让我们成佛的，那么这三个都是不同的趋向啊，时间法的趋向啊，自己的解脱小乘佛教的趋向，然后大乘佛教趋向啊，这个当中呢，回向了以后，这个善根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样子的因素，所以它的趋向就变成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这叫做回向。回向这两个字特别重要，在我们烧香啊、拜佛啊、念经啊，随时随地都要回向啊，就是愿以这个功德啊，能够让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子回向啊，这叫做回向啊。然后发愿呢？发愿就是随时随地啊，比如说我们见到佛菩萨呀或者是到了某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深山呢 或者是见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身像等等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发愿啊，发愿愿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子发愿啊。那么发愿和回向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啊，发愿我们刚才听起来这两个都是就差不多的啊，有什么区别呢？啊，唯一区别就是这个啊，发愿呢，它没有一个善根，它没有把某一个善根啊回转为西方极乐世界，它只是心里发愿啊，愿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做发愿啊。然后回向呢，它也是一种心愿，但是呢，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善根，可以把它回转啊，可以把它回转啊。发愿它是没有善根的，它自己发愿就是心里发愿而已啊。那回向呢，它刚刚就是造了一种啊善，然后呢，它想把这个善啊。就回转啊，与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啊，这样子叫做回向啊，回向和这个发愿的这个区别啊就是这样子。那这四个叫做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因，这是藏传佛教的净土观啊。藏传佛教的净土是这样子，只要有这四个啊。四个这个条件就可以
很正常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呢，这四个音啊，这四个音可以归纳为两种音啊，两种音。嗯，这四个音呢，可以归纳为两个，两个音是什么？第一个啊，心啊，心和缘，就这两个啊，心和缘啊。信是什么呢？啊，我们彻底的相信啊，应该说绝对的相信啊，西方极乐这个阿弥陀佛的啊那个加持力啊，只要我们祈祷阿弥陀佛啊，观想阿弥陀佛的话，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有这样子的啊，绝对的这个。相信啊，绝对的信任信赖啊，这叫做心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心啊，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往生呢？比如说他是半信半疑的啊，半信半疑的念佛，那能不能往生呢？可以往生的，念佛念得好啊，半信半疑都可以念。嗯，但是这个叫做我刚才讲的这个非正常的往生，就是这种往生啊。那么为什么叫做非正常呢？他虽然是往生了，但是呢，往生了以后呢，啊，他就在这个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在这个莲花当中啊，莲花当中啊，还要停留500年啊，见不到阿弥陀佛，他从这个莲花当中出不来啊。虽然是听到这个佛的说法的声音，但是呢啊，看不见佛，然后呢看不见佛啊，那么这样子就是得不到佛的加持。佛说阿弥陀佛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见到佛的时候呢，是这个阿弥陀佛把手一放在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头顶的时候呢，以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啊力量啊，立即就这个人的心里就开悟，然后呢升起了各种各样的禅定的力量，就得了这个菩萨的第一地。嗯，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人呢啊，就在这个莲花当中出不去啊，所以呢他无法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所以这种非正常的往生啊，非正常的往生，他不是菩萨啊，他既不是这个一地菩萨啊，也不是阿罗汉啊，他不是第一，不是阿罗汉啊，第二他不是一地菩萨，那么他是什么呢？啊，他是凡夫啊，他是凡夫，还没有这个证得阿罗汉啊，他本来不是修阿罗汉的，然后呢，他也没有证得这个菩萨的义谛啊，那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凡夫啊。所以极乐世界有这个不正常的这个往生的这个人当中呢，允许有凡夫啊，允许有凡夫，这个是藏传佛教的啊这个净土观当中的这个有些上师们的观点啊，这样子的。这个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是啊，他是义地菩萨的话，那么义地菩萨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呢？一瞬间呢，可以见到一百个佛，可以进入一百个这个禅定，可以修一百个禅定，可以成熟一百个众生，这样子的义地菩萨啊。所以，如果他是义地的，如果他是往生的话，那他是应该是义地菩萨了。那么义地菩萨呢，那他是不可能见不到佛呀。啊，见不得，他在一瞬间当中都可以见到100尊佛的，这两个是违背，所以这个不是一地菩萨啊。那么不是一地菩萨，那他是什么呢？阿罗汉，他本来就不是修阿罗，本来就不是修小乘佛教的，所以他不可能的。那、啊、那么是什么呢？那就只能说他是凡夫的菩萨啊。他虽然是菩萨，但是还没有证悟啊，还没有证悟一地的境界啊。那这个叫做凡夫啊，这个是不正常的这个往生，但是呢，不正常也可以往生啊，它是半信半疑的，也可以往生的。啊，但是这个是我们这些专业的啊，
就是这个专门去研究藏传佛教的这个净土的这些学者，佛教的学者的他们的观点啊。其实我们念佛的人呢，这个不重要的，这虔诚的念就可以了啊。这是凡夫还是什么，这个不是很重要了啊。只要有半信半疑，那就是在这个就是不是很正常的往生了。虽然是能够正常，但是这个不是很理想啊。他到底是一种啊，他到底是一个凡夫呢，还是一个其他的什么？这个其实这个并不重要的啊。最重要的呢，就不能这样子半信半疑。但是呢，没有文思修的话，那能做到不半信半疑吗？啊，这个就很难了啊。我们凭什么啊？就是这么相信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就是要知道佛陀不会撒谎啊。那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佛陀不会撒谎呢？然后，那这个前提的条件就是要去学习啊，文思啊。所以净土宗也要学。也要这个啊，也要文思呀，这特别的重要。那、假使我们全世界的佛教徒啊，全世界的佛教徒加起来，也就是很少，少得很可怜的，就这么几个亿啊，这么几个亿，全部所有的人去念佛念得非常的虔诚啊，然后不文思不修心的话，那么。大家想想50年以后的佛教是什么样子呢？没有佛教了啊。就我们现在这些很虔诚的念佛的人，就念佛了，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然后呢，佛教大家没有人去传播啊，也没有人去这个，没有人去讲这个佛教的这些智慧啊观点，都没有人去讲。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往生了以后呢，那么他们没有培养啊，他们也没有鼓励别人学习，那这样子的话，佛教就几十年以后就不就是慢慢就消失了吗？啊，所以呢，啊，念佛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文思修行也是特别的重要的。这两个是，其实这些都是不矛盾的，可以圆融的啊，可以圆融的。啊，这是第一，行啊，相信啊，这个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缘啊，缘就是强烈的愿望啊，方式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只要有这两个就可以往生的啊，可以往生。这四个因素呢，可以归纳为这两个啊，这个就叫做藏传佛教的这个净土啊，藏传佛教的净土的这个修法啊。那么具体的有些修法呢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极乐原文啊，极乐原文啊，这个羌美仁波切。他写的极乐原文这个极乐原文是在藏传佛教里面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极乐原文啊。藏传佛教里面每一个教派都有不同的这个极乐原文，像宗喀巴大师写的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高僧大德写的极乐原文都很有加持，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羌美仁波切的这个极乐原文是通俗易懂，然后呢，内容上面呢非常的完整的啊，非常，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佛说阿弥陀佛经的一种浓缩版啊。羌美仁波切的这个极乐原文啊，就是佛说阿弥陀佛经的浓缩版啊，就是一个这样，它非常的这个内容啊，很全的。然后它是一个通俗易懂的，所以大家在藏传佛教里面大家都喜欢念这个啊。然后它有一个解释注解啊，大家看这个解释，然后呢里面就讲了它的这些具体的修法啊，这样子就叫做这个藏传佛教的净土啊。还有密法里面的有观定的有心咒的这些呢，我们先暂时就不说了啊，这个如果想学的话，可以，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学习，就知道这个怎么样去修。但是这个需要一些其他的这个前提啊，密法守观定啊，那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观定啊，然后呢，观相也要必须要知道怎么样观相等等啊，这些我们这些都不知道的时候呢，还是先修这个贤宗里面讲的。
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法门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简单特别好的。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我们一般啊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呢，我们就不建议啊去修太多太多的法啊，不要去，不建议啊去学习太多太多的法，这个已经来不及啊。那就鼓励大家去学啊净土啊念佛啊，这样子就可以。尤其是七十八十岁以后呢，啊，那就是这个，比如说四千心啊、五千心啊，这些虽然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啊，就七十八十岁以后就很难了啊。所以呢，就我们建议大家去念佛啊，七十八十岁的人就不需要修千心啊，不需要修这些都不用了，好好念佛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年轻人呢啊，年轻人呢，我们不建议啊，仅仅是学佛啊，不，仅仅是念佛啊，仅仅是念佛啊，他可以念佛，他也可以应该念佛，但是呢，只是念佛啊，不闻思修心啊。这样子的话，这种做法对个人啊也不利啊。个人怎么不利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非常虔诚的这种心呢，要维持下去，没有温思的基础，没有智慧哦，这个不容易的啊。所以呢，他念佛念了一辈子，最后的时候，如果他的这个对往生、对阿弥陀佛、对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信任啊，如果在根本上发生什么动摇的话，那他一辈子念佛了，这不就百年了吗？最终就出问题了啊！所以这个还是不是没有危险的，这个有一定的风险啊。年轻人什么都不学去念佛，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建议这样子。还是年轻人也可以念佛，但是呢，还是要去学习啊，至少要学习啊，这个关于啊这个往生啊这方面的净土法门方面的这些文字，至少要去学习。年轻人一方面念佛，然后呢，另一方面呢，修千心啊，修思千行，培养出离心啊，修无千心啊，然后就这个发菩提心啊，修金刚萨埵啊，忏悔自己的罪业，然后修曼扎拉啊，就积累自己的这个福报啊，这样子以后呢，这些条件都成熟的时候啊，往生也是很容易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很容易，没有太多太多的阻碍。然后呢，年轻人也要去这个多学一点这个佛教的知识啊，佛教的智慧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啊，还没有往生之前，这一辈子啊，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啊，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痛苦啊。那这些痛苦烦恼啊，就是学了这个佛的这些智慧和修行的方法以后呢，可以轻松的解决这些问题啊，很容易的。然后呢，我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然后也可以同时在身边的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他们的问题也可以解决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一方面啊，在没有往生之前，也就感觉到学佛的利益啊，然后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懂得这些佛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佛理啊，要传下去，这个很重要的呀。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呀，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啊，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他说，他有就是用一个比喻来啊，这个说明啊，佛陀就是说啊，在有一个非常啊没有光的地方，黑暗的夜晚啊，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啊，想走一个很艰难的路啊，非常非常不好走的路。然后呢，其中一个人的手里啊，就是有一具火把啊，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是通过这个火炬啊，他有一把火炬啊，他通过这个火炬，他就经过了啊，他就照到了这个路啊，走到了这个彼岸啊。
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是问这个他的弟子啊，那么这个人就走到了那边彼岸以后呢，他应该把这个手里的这把火炬啊，他应该怎么做呢？啊，熄灭还是扔在那里啊？还是回去交给这些人啊？大家都说啊，因为这么多人呢、啊，这个以黑暗的夜晚啊，这么一个空局的地方，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段啊，大家都找不到路的时候呢，那这把火炬啊，当然不能熄灭了，一定要交给这些人啊。大家都说，然后佛陀就是说啊，那么一个人啊，就通过佛法照到了这个解脱的道路的时候呢。他所证悟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这把火炬一样，那么他不应该啊，就是在这里熄灭，他应该要穿下去啊，穿下去啊。那么我们大家都念佛了，什么都不管了啊，不闻思，不修行，不穿法啊，这样子呢，那不就是我们假使我们往生了啊，往生到西方世界、极乐世界，但是这个法没有穿下去啊。啊，没有穿下去，那就是九敌啊，把这具这个这个火炬啊，把它熄灭了一样，这个非常的可惜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年轻人呢，可以这个念佛，也鼓励大家念佛，但不鼓励、不建议仅仅念佛，什么都不学啊，这样子是很有危险的。还是应该学我们多闻思啊，然后呢，修谦心啊。处理心、菩提心，一个一个修，那这样子呢，有可能啊，这一生当中啊，在藏传佛教里面讲即生成佛，就是这一生是可以成佛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难啊，这个都很比较难啊，有几个人才有这样子的希望，这个不好说。但是呢，即生开悟啊，这个是非常有希望的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都有希望的啊！即生成佛有点难，但是呢，即生证悟啊，即生开悟，即生顿悟，即生明心见性，这个是非常有啊，非常有希望的，有希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一方面也可以念佛了，另一方面啊，就开悟啊。如果佛没有念好，那开悟了啊，也有一条路可以走啊。如果没有开悟，那另外一方面呢，念佛了，那这边啊，也有一条路可以走。两手准备，这个是最踏实的啊。这叫做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静谧啊，静谧双修啊，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